你到底什么人？你是不是警察？。报告，排爆成功。把裤子剪开。报告队长，运输管道连接处发现一枚自制炸弹，炸弹现在呈倾斜状，上面有电线絮搭着。初步怀疑是配电室爆炸震动导致的。同你排爆。是。排爆完毕。背对我那个护士转过身来，转过来。一个小小的护士怎么对枪械的声音这么敏感？你到底什么？你是不是警察？你说啊，什么人？你是不是警察？是不是警察？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她是我妹妹，她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的护士。她从小胆子就小，哪见过这样的场面啊？不管你刚才出了什么动静，一定是因为吓着她了，所以她才会这么害怕的。我求求你，你别伤害他。我妹妹的医术比我高明，她一定可以救好你哥哥的。我求求你，如果你要杀，就杀我。真的就只剩下这一个亲人了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要杀就杀我吧，请放过我妹妹。听我说，对不起。如果你们救不活我哥，你们三个马上会死，还有，这里所有人都会死，明白吗？没事吧？队长，两名恐怖分子都死了。好样的。